特朗普此前发推讽斯奥巴马花太多时间打高尔夫。推特截图，特朗普此前经常因奥巴马花大量时间打高尔夫而讽刺他，而美媒指出，在奥巴马上任582天的时间里，他只打过44次高尔夫球。报道称，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时曾多次表示，如果当选总统，他不会有时间去打高尔夫。特朗普还说过，他可能不会再光顾他在苏格兰的私人高尔夫球场，或者在南佛罗里达州的多拉高尔夫球场。而就在上个月，特朗普在参加了北约峰会之后，启程前往芬兰赫尔辛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晤之前，利用周末时间参观了他在苏格兰的特恩贝里高尔夫球场。